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有点热，我头有点晕。你头晕啊？要不我扶你出去吧。啊，不用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过一会儿就好了。 爆炸那件事，不是我大哥做的。啊？你今天没看报纸吗？算了，全是捕风捉影。反正那件事真的不是我大哥做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哦，我相信你啊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朋友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。不会的。 洗澡啊！你看完了没有？谁看你啊？我在这里站着不行吗？你穿衣服洗啊？对啊，我就穿衣服洗了，我就穿衣服洗了。嗯？哎，神经病。 哎，你洗快点啊！这么热，不怕中暑啊？哎。